再三是他的套房。第二个怎么住的？那个租房建筑，然后这个地方呢，重大案件来拍一个，放下一套不住，然后对着麦克风开始讲话，只要他放下不住，起码呢就知道教皇要。然后一收，哎呀，这个内部房子进满了门，就给这个不需要管，放下我也出不去了。那么人常常的，代表教皇带了。